红豆的，嘿，跟上海来旅行的朋友一起逛知恩寺每个月15号举行的手作市集，这就是京都有名的百万遍手作市集，里边特别大，有上百个摊位。这是陶器，看见什么好东西了？我就先看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据说有400-500个摊位。对。 这每个月一次还挺有名的，我是第一次来，赶不上古董集市了，就到这儿溜达溜达。而这个挺好玩的，是吧？树叶啊，它这个下面应该是绣出来的东西。对。价格还好，这些小的都是1-2000日元。对，都不贵的，手做。 Real henna, and oil. 那里边有油是吗？对，那挺好看。这个好看的。项链是吧？对 ，necklace。嗯。多大福就里边是红豆的，这是栗子。对，栗子的还有。买了一个大福果子。 有点甜，但是挺好吃的。对，挺好吃，不能多吃，太齁。偶尔吃一个。嗯。这些挺有特色的。这种塑料。是那种。这是干嘛的呀？放什么东西的吧？一个摆件。能上油。好看啊。 好像镇纸哎，还能自己烧的。嗯，水晶戒指，玻璃的，玻璃的，这个小鸭子。我的手指太粗。这个好看。然后那个好看。嗯。然后你看这杯垫特别好看。嗯。你这好看吗？还有哪个？都挺多的，都挺好看的。嗯。嗯，对。 哪个好看啊？你随便啊。我也不知道哪个好看，这个吧。这个好看。图案特别简单。好，哦，那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行吗？买两个吧。嗯。你买俩送我。嗯。行，买俩吧。买两个，手做的。嗯。啊。小杯垫儿。对。 好看吧？还是按挺好看，尤其这种，这是啥？手做就是老布做的那个杯垫儿，觉得挺好玩的。嗯，棉布杯垫儿。棉布杯垫儿。嗯。对，本来以为是阴天呢，太热了。这个，看，哦，外面是底下上了一层釉。你进不来。 glass 啊哦 glass 玻璃嗯この中 glass ですかあオリーブグラス綺麗な一直不动加上那颜色但是关键就是有这个想法我是吴晨，现在是百万遍手作集市，每周都会发布新鲜有趣的旅行资讯和日常生活的纪实内容。无论您是旅行者还是居住在此地，邀请您和我们共同体验世界的新奇、精彩和平凡的点点滴滴。订阅频道，以免在人群中失散。这是放蚊香的哦，这个，对对对，他们这种特多放蚊香的是吧？嗯。 我有时候在那个百货商店也看各种各样的放蚊香的这种器皿，挺有意思的。这浅色的还是深色？我也不知道，你看杯子是什么颜色的？嗯，这以后送人也挺好的，麻的。浅色的，手感哎也挺好的。嗯，这用着用着就好看了。 快点回来！好，这个地方。这个白泥糊之类的，这个是麻是吧？哦，叫白泥糊搁上是吧？嗯，确实挺好，活着可以的，还挺自然哈、哦，又便宜。哦，柿子都挺逗的、哦，这个我更喜欢，我觉得颜色更自然。但是你喜欢穿白色的是吧？这两个，这个是冰箱贴。 嗯，布做的是吧？嗯 ，magnet 冰箱贴一个大的，然后是布做的达摩。嗯，这个可爱，这个狸猫。嗯，这个是那个啊，这是狸猫，是一个福神什么的。嗯，这是装啥的？毡子的，装水壶。啊？水壶。保温的。嗯，那个北极熊可爱。 这个可爱，你看，这里面放啥？放钥匙的，你看，哇，好棒啊！做的。这个金鱼抽纸，青蛙小钱包，这包挺酷的，看一下。对，挺好看的，自己做的。 百玩变的这个手作集市在京都大学的附近，位于京都偏北方一点的地方。从1987年开始的集市，起初只有几十家店，发展到现在大约有450个摊位呢。据说出摊的希望者太多，每回都要经过抽签才能决定。哇塞！ 买点咸菜，这咸菜挺便宜的，500块钱3袋，比超市便宜。嗯，看着不错。我看什么金果子的馅料，我就感觉有馅。红豆的，太吃一甜的了。红豆的，红豆的，红豆的，嘿，嗯，太好了。哎，不是，你看到你看到那个大佛写的吗？日本語はまだわかりません。哎，就是你那个。 日本店长，我不会说中国话。对，特别好看。好漂亮啊，他们家的，好香啊！野外出店专门，还专门做那个野外的店呢。感谢大家的收看，这次集市逛得汗流浃背。 买了2个杯垫，买了点咸菜，还买了好吃的面包。我们21号东四古董集市见。